现在是早上7:30，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我们今天的午餐，牛肉三明治，里面还有 cheese， 还有菠菜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吃我们的早餐，这是蜂蜜蛋糕。今天是国王峡谷国家公园之旅第一天，这里距离盐湖城车程约12小时，是加州中部的国家公园。那北边有优胜美地，南边有红杉国家公园，在园区内有北美最高峰惠特尼山峰，而这个峡谷也是北美最深峡谷之一。那它之所以叫做国王峡谷，是因为之前有个西班牙探险家来这个峡谷里面为一个河命名，叫做 King's River， 所以国家公园也以此为名。那后面就是我们昨天住的山中小屋。那我们昨天用吹风机的时候里面跳电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复电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。开始爬山咯，现在我们要来换登山鞋。那我们准备出发去看红杉。我们要来看今天第一个景点，要来看 General Grand Tree， 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树。那第一大的树在隔壁的国家公园红杉国家公园，然后那个叫做 Sherman， 那他们两个是以美国南北战争的将军为名的。后面那棵是倒掉的红杉，可以走在里面，超级好玩的。
后面这一棵就是 General Grand Tree， 那它的介绍牌上面写说它以体积来说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树，然后它有一个别称叫做 The Nation's Christmas Tree。 我们刚看完了将军树，我们来野餐吃我们的午餐，是今天我们早上包的三明治。我们刚在停车场边吃完午餐，我们现在去看 Panoramic Point。 好，我们在这个观景点的旁边有一个大石头，石头下的阴影非常的凉快。这里就是 Panoramic Point， 那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叫做 Hume Lake， 我们今天有空的话也会过去。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 Kings Canyon 国王峡谷的景色。我们今天主要会看一些红山，然后明天才会去真正的峡谷里面。我们在去 Hume Lake 的路上，在路边看到一个观景点，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峡谷，这也是 Kings Canyon 的一部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下一个景点，叫做 Hume Lake， 就是我们刚刚在 Panoramic Point 看到的那个湖。那这里以前是个伐木场，直到保育区成立之后，他才把这里恢复原样。然后下面的人超级多的，我们下去看看。湖整圈都太多人了，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位置，所以我们只能坐在木头上来吃点小点心。每个洞都有人。
刚刚经过那段路非常的颠簸，那建议还是要四轮驱动的车开起来比较安心。那开了这么远，只为了来这个 Redwood Canyon 来看一群非常大的红杉林。然后这一区有非常多的熊出没，所以他建议我们一定要把食物放在这个铁箱子里面。好，我们放好食物啦，现在要来走 Sugar Bowl Loop。那在这个 Redwood Canyon Trail 可以看到非常大量又密集的红杉树，那因为这里的红杉都会自动脱落木屑，所以这里的步道走起来非常的软，很舒服，主要是由木屑跟沙子组成的。那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个景点要去看一个大树根。我们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景点叫做 Big Stump， 是被砍伐过后的红杉留下来的残余树根。我们刚刚看到一只非常大的黑色生物，觉得可能是熊，所以决定原路折返啦。那在这个步道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被砍伐过后的红杉留下来的树根，非常的特别。那我们今天主要集中在 Green Grove 区域看了很多红杉树，那 Kings Canyon 还有另一个区域叫做 Cedar Grove， 可以看到很多瀑布，那就是我们明天要去的地方。那我们剩下的旅程明天见。